everybody， 我战友们，我是战神瑞穗。哇哦，感觉我能回来，感觉很好一下。不过真的是，这次我换战友了，不是朋友了，就是新的 revolution 的我，就是这么帅，好自恋哦。好了，今天等待已久了，这次评论影片改成基础生怎样做 YouTuber。这次我做的这个影片至少应该超过10个吧，但是不包括紧急通告。这两个逻辑的影片，其实我一件事情很重要了。其实我真的有发生事情，在这个都市传说男孩子们之后，我会过后拍这个影片，我会等洛奇他得空了，他会过来，因为我找他帮我拍这个事情，之后我会跟你们交代一下呢。因为没有办法，他有东西做，哎呀，没有办法，每个人都是家家有本难念经的嘛，对不对？说也是老样子，谈这个10个影片有什么错误在里面吧。第一个是我的半夜打电话吵醒我朋友啦，这个是我觉得蛮怎么讲不错的个 content 啊。其实照理来讲嘞，其实我最大缺点就是把我这个file啊其中一个没有放到屏幕，就是那个第一次我拍到陷阱二整啊。其实我先解释先，必须要你要同一个 file 在一起才可以，你不可以分开来，因为我这个 file 是从我的 hard disk 里面拎去我这个 file 里面啊，一定要在一起，不可以分开啊，不然的话它会黑荧幕。其实我这个是最大的缺点，就是这个错误行为，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啦。 OK，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是 OK next 算是挑战时间啊，算是我的生存挑战，还做特地做 clickbait。然后我这个最大问题就是我手机啊，因为我第一次用手机来拍摄，因为有点反光啊，因为我是用华为为主啦。其实我要买新华为，我看一下买什么新的手机。如果想跟我讲买什么新手机的话，就试下comment 给我啦，放心，这个 comment 不会咬人的。再来就是开箱惊喜了，这个缺点就是暂时等一下我先跟你们讲。第四个其实治疗就是 talk show 啦，有点乱取名字真的是不好，本来我讲话很好但是没有人看，真的是很差。过后我就做这个无网络世界咯，过后我就把那个字幕改了小一点，因为我参考其他 YouTuber 啊，我懂怎样改，就是他们太小比较好看，因为我之前全部太大了，真的是说改了，就是顶着那个我的人的荧幕。现实生活几分钟罢了，不过真的谢谢这个炸饭店的老板啊，因为我有时候去那边吃一下，就是我一个人拍，而且我用脚架来拍啊，真的拍到很快，因为我是怕那边有人啊，那边做生意，所以我快点拍，然后就快点就走人剪片咯。那是啊，我真的最后悔就是什么事情，我去鬼屋忘记带memory，其实这是很蠢的事。最近好像给阿雅啊豆啊伤他们两个肾啊，我觉得是他们伤我的肾了，我要残忍，我是被豆妹都伤死。嗯，对，又来了，最后一次啊，不是伤豆妹都和阿雅的肾呢？为什么 ？Why？然后照理来讲呢，然后去巴刹走走一下做特写啊，我觉得 OK 啦，然后顺便吹喝点料，我觉得是 OK 啦。 OK 就是太密利了，老师要讲啦，因为之前我的运势真的很差很差很差，我过后是看林阳影片啊才发现了这个太密利真的很灵。一次采访这个太密利啦，照理来讲就是太密利的这个老板，因为还可以有机会这个访问这个问题。接下来呢就是最大的问题，就是问我为什么 video call 啊他有时候很难录我跟那个老板的 record 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不管是线不好还是很难 record。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下方留言下啦，拜托你们 thank you。 我觉得很头痛，最大的弱点就是一直断线，因为我的缺点我觉得我的器材真的很不够用，我尽量存钱这样子，然后买对更多器材这样子给你们大家看。我觉得拿相机来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接下来 Round 2就是分辨真假活牌，你懂为什么我要分开这两趴吗？如果我 OK， 比如说我，你想想看，你加起来这个时间啊，我刚才是10分钟，对不对？高八度是不是7分钟，对不对？加起来17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样子17分钟，我就要是做两趴，不然的话看到一半你就 quit 掉。
我知不知道怎样赚钱？我还没有赚钱呢、啊，我还没有赚content钱呢、啊。只是照你来讲呢，因为我是怕人闲啊，最好是分两个 part， 这样比较容易一点，这样给你们一个一个 part 样子看哦。我觉得，然后这个是真假爆款，我就蛮高一下。不过这次我真的很感谢 Hi Mili， 未来有李恩他们团队还有鬼灭他们啊，这个content就是最好。先休息一下，一下先啊。我回来啦。其实照来讲，一直讲话罢了啦。其实心里最重要是你的心态啦。要做这个 content 真的很来跑最重要。虽然你的过去你自己试过骨头，可是现在你自己也是一样试过骨头，但是你的过去自己还在鼓励着，为你而加油打气。你的未来道路永远也是一样等着你的，向前做吧，勇士。哇，我的台词真的是很新很新啊。珍珠是一个回忆，记忆就是一个宝石，最有印象就是有留下很。就是美好的人生的冒险，这才是真正的宝藏。应该讲完了，我的总结就是，好了，就是我以前有点烂一点点啦、啊，看到我整个影片好像怎么讲，就是很低落啊。这次，因为其实照理来讲 ，YouTuber 有时候会这样子了，因为我感觉到有时候定退啊，一直起一直跌啊，这样子我就很麻烦一下。就算你被退了，还需要振作起来，还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要算了。走，其实不可以了，其实你要继续做下去，做到有人看到为止。其实不要半途而废啦，你的信念已经做了，你要继续做下去。其实照理来讲呢，有时候真的是很辛苦，但是坚持下去最重要。然后我要再强调一个啦，最重要很强调，就是我也是很怕的，之前我是怕没有什么 content 来拍。其实我就慢慢想到，我每次一心一动啊，我就想到就写下来，如果你要拍什么就做咯，或者是很多 content要做你就写下来的样子。因为我刚开始也是很怕不够 content 啊，所以我就想到哦，叫什么 content 啊什么之类的样子。其实我很多 content 的，对，好了，影片差不多到尾尾了。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朋友看。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，请记得按 subscribe button。如果你是看到还原订阅，你也按上去。如果你又是错过还是忘记我的影片的话，你记得按这个门铃啊，放心，这个五个板凳不会咬人的。如果它真的咬你是，你跟我讲，去别个时空那边带它回来。开玩笑话了。好了，等到我们新 video 吧，拜拜。